IT 全播报，新奇科学早知道。在2018 Nubia 春季新品发布会上， Nubia V18 千元全面屏手机正式推出，据悉新品售价为1299元。在外观方面， Nubia V18 沿用了 Nubia Arc 弧形设计，为手机带来更加圆润的外观。侧面采用凝光腰线的轻薄设计，视觉厚度保持6毫米，握感舒适，提供钥匙黑、海空金、星云红、象牙白4种配色。而在配置方面， Nubia V18 采用了6.01英寸18:9全面屏，分辨率为 FHD Plus， 屏占比达到了86.25%，搭载高通骁龙625处理器，配备4GB 内存加64GB 存储，电池容量为4000毫安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Nubia V18 采用全新的小牛语音，通过按下独立的小牛语音按键发送语音指令，系统会根据指令智能查找联系人或开启应用，支持语音实时转文字，并实时分享发送到微信、短信、行间日程等。主打年轻人市场的 Nubia V18 未来的市场表现会如何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